是建造漂亮房子。库伦，本公主命令你不许出手，住手！欺负弱小算什么男子汉？哼，反正我是反派的明星，说不定他们就是那黑影的同党。魔影，给我上！沙尘暴！工程珠，王之壁垒！哼，疯狂攻击！用意念力，时机到了，净化光波，猛烈撞击，迷雾球，就这样，挠痒痒吗？那就由我们来结束战斗吧，可以。美梦一击吧，岩石爆。你们到底站哪边的？很明显不是你那边的。哼，恃强凌弱我们可不会。除强扶弱倒是经常有，我最怕黑衣人了。你们这帮不识好歹的臭小鬼，你们别跟着来！哼，纵着瞧！多谢各位小英雄搭救啊！这没什么。这天看起来闷闷的，我们要找地方躲雨了。不如请各位去我们主人的庄园做客吧。我们的莫扎特大人管理着这个城镇，他很注重环保。你们好。你好，欢迎你们。客人们请先行。哇，这里的人都很和蔼。因为我们都以莫扎特大人为榜样，大人最乐于助人了。哇，我们也喜欢助人为乐。吃。哦，我不买水果，送给你的，大家路上解解渴。这里真是民风淳朴啊！他可以想象，主人家一定是一位绅士啊。还是多谢莫扎特大人的教诲呀、啊。喂，还给你，我不要。卡普，你不吃吗？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。哇，冰梦真漂亮。主人有请。冰梦，啦啦啦，我尊敬的客人，欢迎你们光临。哦，啦啦啦啦啦，美丽的公主能请你跳舞吗？我乐意。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庄园。绅士，出场还要花那么长时间。谢谢你们救了我的管家。这不算什么。
主人，恶徒非常之凶狠，毫无礼貌，并且手段毒辣，令人发指。好在停，管家，我平时不是常常告诉你们不可以记恨他人吗？嗯，有人打了你的左脸，你就应该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，这样才能避免纷争，与人为善。这是爱的奉献，这是善的根源。傻瓜。这宠物真是可爱呀、啊！你想去我的宠物乐园玩吗？丁猫，丁猫，你们也一起来吧。丁猫，丁猫，丁猫。哦。丁猫，我这里的温泉水得天独厚，水中富含矿物质，可以提高宠物的战斗力。大家不如把宠物留在这儿玩耍，我请你们去喝杯伯爵红茶吧。狮鹫不会留在这儿了。哦，喝茶。主人，事情就是这样了，真过分。可恶，竟然抢宠物。明白。各位，现在有一个黑影正在城镇中活动，威胁着大家的安全。哦，请大家在城镇中务必留意陌生人的踪影，并及时告知我，我们一起抓住这个偷宠物的盗贼。是大人，大人。去吧，你立刻带人出去，仔细地找，不能让他在镇上作乱。是。您真是位见义勇为的大好人啊。卡普，行动。我们也一起去找宠物贩子吧。洛克小分队出发。出发。等等。哦，怎么了？花草有生命，请脚下留情。你踩到它们，它们也会痛的。还有路过的小动物，地里的麦子，我们都要好好保护它们。那就不要出去了吧。有办法，等两天。两天后，这片麦田就会丰收，到时麦子都收获了，匪徒自然无所遁形。去哪里找恩佐大人的宠物呢？又用锦囊，还想被雷劈吗？不够日子，一定不能打开。什么东西？原来是毒啊！
过桥也敢跟我抢？嘿嘿，刚才是左脸，来，伸出你的右脸来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什么反派明星？洛克王国大电影三，2014年7月即将上映，我在电影院等你哦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？沉睡的精灵记忆，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山重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，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，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